对吧？先先这个，你可以开始，然后我这个留着，让他们。 好，呃，根据讲者要求，他希望我们先帮他按赞、分订阅、分享那个小铃铛，大家先按一下好，数、哦、字三点，谢谢各位。是，哎、欸，按两下，好，按两下呵呵，然后就不见了。好，呃，我们这一场议程题目是维护自己的开源专案 A i o 的心路历程。那据讲者刚刚表示，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好，那呃，这一场的讲者是打贴黄黄宇强哦，那他的语言是中文，那他现在是 d o z n Call。 I A I N 六四 V P S，还有 A C O 等众多专案的呃维护者，对，那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了吗？还是你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因为你现在多按一点，他待会就少讲一点，还是他其实很想讲？好，我跟你说，我有六十年等他冲的。那我还是先让他开始讲，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我先确认一个问题，不认识我的人有谁？举手。不认识我的。你去死。 OK，好，那我大概知道有多少人不认识，那那还是不，那还是要讲正经一点。<laughs> <laughs> 好，哎、欸，我们这个基本上只讲经验跟故事哦，我们完全没有技术内容，因为这个技术内容我在两三年前全部都分享过了，所以，呃，如果说你们需要技术内容的话，你们之后可以用我的名字，或者是用我的那些东西回去找我的论文或者是一些专利等等等等等等可以找得到。那因为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久了，所以我时间序有点忘错过了。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是相反过来导致的状况这样。如果你是当时的当事人，如果相反导致的话，要记得跟我讲一下。 好，那我们要先感谢一下交大资讯工程跟国网国家高速网络中心跟各路的好伙伴，各路的好伙伴，我在后面的时候我会提到。好，那这就是我刚刚贴的那个东西。那首先，开宗明义，自作孽不可活。我硕士毕业大概已经五年了，然而这是我的硕论，到现在我都还在每天 ain。 那我是黄宇强，然后上面有这 email，我现在是自称是 E Z L 的 maintainer。那我不会写 Modern C 加加，但是,是用了 Modern C 加加，这个专案里面用了现代型的 C 加加，所以会有什么啊 Share Pointer 什么鬼，什么什么 Weak Pointer 什么鬼的那些，还有那个什么烂大三小三小的那种东西。 好，那这是大概的一个进度，就是说从起源开始，是从硕士的初期到克隆西亚的整合期，到平原时期，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大变动。那接下来是一个最可怕、最崩溃的韩氏库大变动，ABI 怎么变的那种，直到现在。这个现在大概是不是前几周，就是前几天的那种现在这样子。好，那起源基本上就是，这是某一天我在交大的电脑教室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帮大家放大一下，就是你看，你看到右边有框起来红色的部分。 帮各位换算，这个速度只有十四点六六每一 G 的线路只有十四点六六每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真是他们有够给他们慢的？这个只有超过一百 M、ah、的网路线多一咪咪这样子而已哦。好，那我就说为什么，我就跟信息中几个朋友聊聊讨论这个东西。等一下，我觉得应该要先回头。你们知道这玩意是什么东西吗？ 基本上就是电脑教室，你全部的电脑都要灌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去部署 deploy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从一台机器复制成五十台，每其中一台的进度是这样。那这个机制的情况下的话，每一台的速度大概都是只有这样，每一台五十台里面的速度都只有十四美多而已。这代表说这非常慢。这个放一百五十 G 的 image 的话要放非常久。你可以看到这边 space in use 这里是一百三十五 G。呃，我看一下有没有镭射笔。 一百三十五 G M use 哦，这代表说你就要传个四五个小时以上，甚至还会失败哦，这样子这个情况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讨论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是因为硬件反应的速度会山上有一些落差，因为每一件事情就是我传了一点点资料到对面去，五十台都要给我艾 c 回应说哦，我收到了，我才能传送第二片资料。那所以基本上速度越慢的那一台，我们就一定要等到它好。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每一次都要等最慢的那台，那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慢到不行。我们五十台就得等那一台最慢的拖拖的那一台。好，那总之我们就开始想這是什么问题，然后有什么解法。那我们就想到那个小飞机学长，他用了 BitTorrent 来管理那个电脑教室一些档案等等等等等。那他就提供了一些灵感，然后我又去 Google、推特有一个专案，他也是用了一个 BT 的相关技术。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下面有影片，他有提到。 你们可以进去看里面的技术，那个技术其实是算是真的是算是这个专案的一个起始的那个概念这样子。好，那简单来说，我们的概念就是用 BitTorrent 的方式来取代原本的 Broadcast 跟 MultiCast 的方案，这就是这样。好，那顺带一提，之所以命名成 EZ，还有不是因为 EZ Input 跟 Output 这个大家都误会了，这是某个游戏的角色，有玩刺客叫小小的举手，好，知道是哪个游戏角色就可以放下。来。 这其实就是我当初在命名的时候，我随便找一个我正在玩的游戏啊、哦，好就叫它 E Z I O 好了。然后后来没有想到，那个 J. S. F 看到的时候，他说啊，怎么这么简单明了，就叫做 E Z I O Input Output 这样子啊？OK，那也行，Fine，那这样子。好，在这边啊、呃，有一个基本的技术概念，就是 Linux 里面所有东西都叫档案，硬件也是档案，档案也是档案 f i r e System 也是档案，什么东西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是档案。 那既然可以都是档案，那我直接写一个档案的软体，直接把整个硬碟当做档案，然后把它整个 copy 起来，整个用 B to P 的方式直接送过去，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利用到 B T 的好处来传这些资料呢？对不对？好，结果是真的可行的。我们最初的版本，你可以看到右下角的低的那个速度，当 d 的那个速度几乎到了六十六 M B，意思是我们至少一 G 的线路已经用到了六成的频宽了。 这剩下的没办法，是因为硬碟里面就是 HDD，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快再快上去，我们要换 SSD 才上去了这样子。好，这周我们就跟那个西西中的一个朋友，我就请芒果网，他就我不知道為什么，他不是希望用本名出现在这里？那我们就写一个测试来玩玩看，我们就在假日的时候把电脑教室整个毁了，然后再重建，再毁了再重建这样子。那呃账面上虽然速度很快，但我们刚刚有个问题是，一 TB 的硬碟，我们必须要传一 TB 的资料出去。 可隆西亚原本的设计，你也可以看到，他说他就在一 P 批的硬碟，他只有一百面的资，一百 G 的资料，他只要传一百 G 出去就好。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慢的。整体来说，可隆西亚的实用度还是比较高的，就算它要花很多时间。好，那呃，我们就还是遇到问题了。说一般的 B T 都需要一个档案系统来存档案，但是如果我们是要把硬碟的那种传过去的话，啊，目标的机器上面是没有地方可以暂存的，因为你的硬碟就是你的 target，那你唯一能放的地方就只剩下机体了。 但是你的机体通常不会大过于你的硬碟 size，你不可能装了一个一 TB 的硬碟，然后上面有两 TB 的刃。你应该不会有这种机器。Server size 可能会有啦，但是你一般人不会去碰的。那我能不能只塞部分进去？那可以，我可以真的只塞部分进去。但是问题是，我塞部分进去的时候，我要怎么还原？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格式，那我必须要先找个地方塞，塞了之后我要把它还原。那可是有时候是要接压缩，要解压缩，我怎么会知道说这个压缩的档案到底哪一段是要先的，哪一段要后的呢？我懒得研究，我必须直接说我不想研究，我懒得研究。因为每一种压缩方式有不一样的那个，那我要怎么确保什么东西最先过去，最先最最后过去？没有办法，我直接放弃。那我们就解说啊，克隆基亚的情况下就会这样说，因为他要解压缩，所以他需要。 照顺序的传送过去，解压缩软体照顺序收到，它才有办法成功的解压缩。中间如果漏掉任何一个东西，或者有两个顺序反过来的时候，解压缩软体就会失败。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就一开始就要用 BT 做到第一个平行化，第二个要无序，不管哪个顺序进来都没有关系。好，没关系，灵光乍现，就是刚刚那个六十六枚的那个测试完成哦，超成功，但是劣势太明显的时候，我当天就坐在实验室里面发呆思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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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想想想想 还真的给我想出一个方法。那这个细技术细节基本上可以去找我刚刚那个 link 里面有论文，然后也可以去交大的硕博那个论文系统里面找我的论文，那个是中文的可以直接看。那好，总之我就想到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实在太划时代了，我真太惊讶了。我就赶快回到宿舍，因为那时候已经晚上，我就回到宿舍跟那个我室友芒果王讲一下，说：哎、欸，我想到我可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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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之后呢，我就跑去睡觉。 然后隔天早上醒来，芒果王就把他做出来了 <laughs>。他说他还把部分那个克隆西亚的扣也改一下，改到可以用了这样子，但是还是有几个 bug 没有解，所以就变成换我去睡觉，啊。不换他去睡觉。然后我开始帮他解 bug，因为他跟我解释完 bug 之后换他去睡觉啊这样子。然后总之有一个会变式那个魔法的室友真的是太棒了 <laughs>。 好，那总之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把芒果王的那个 bug 找出来之后，那那段扣就成为了一经典，至少持续了四年以上，没有人敢去动它，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知道，但我也不想去动它了。但后来有一些课程啊等等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contribute 一些 open source 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这东西拿出来当专题的时候，对不对？要、啊、跟我们同 group 看到那段扣也直接说了一句：我不敢动，我完全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敢动。那时候我们的论文还没有出来，那时候我们还在硕士。 呃，应该是还是说一的时候，我不太确定这样子。那基本上到这边第一个版本就已经出来，而且我们测试完的结果就是，它可以只传送必要的部分，而且速度可以维持刚刚的那个速度一样快这样子。好，那从这个版本开始，因为芒果王是戏剧中的助教，所以电脑教室开始那时候就开始用这个方式在部署电脑了。那 我们那一次遇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克隆西亚 e z i l a m t c a s 的时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所以他们通常是礼拜五最后一堂课上完开始布，礼拜六的时候看进来看一下，确定结束了没有，没结束礼拜天再进来看一次，通常三天会确保结束这样子。那还会有一些电脑掉队没有用的，他们要手动再去把它还原一次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坐在那边打个游戏，打个三四个小时，它基本上就好了，我们进去检查一下就行了。 好，那我们 POC 完了之后呢，就已经开始要拓展思考說，说啊，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我们就找到 Mirantis 他们的一个 blog，说他们用 BitTorrent 的方式来加速 OpenStack ironic 的效率。快速解释，OpenStack ironic 就是拿来做四服器机房裸机安装系统的一个软体。 所以它也是为了装一千台以上机器用的软体那种的这样子。好，那基本上我已经惊为天人，说哇，怎么会已经有人想到了？非常难过，因为已经有人想出类似的东西。我以为我的东西创新的，结果我去研究了他们 blog 跟他们的 code，发现他们是用我们最早期的方案。整颗 i s 颗如果是一 T 的，他们就整颗一 T 的直接传送，所以我们还是赢了。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还是赢了。那他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第二种是他们会先把 QCOW2 的档案、印象档放在记忆体当中，全部过去之后，完整的硬碟都在 Rendisk 里面的时候，再透过他们的转换工具去把它转换到 Disk 的上面。所以呢，因为它必须要暂存在记忆体里面，你如果你的 Image 超大，大过于你的 r i n d size 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你只能回到原本用那个一 TB 就要传一 TB 的那个方案这样子。所以其实。 我们那时候的那个方案还是先驱啊，可是整个 Iron i c 好麻烦啊、哦，这些就是放着。我有一天就在晚上的时候跟 Iron i c team 的人稍微简单聊一下之后，聊完之后他们说：“啊、哦，你们你就交个 blueprint proposal 上来看一下啊。”然后我就算了，我就好懒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研究 OpenStack，那时候还懒得搞这些东西。好，Anyway，总之我就后来在 Facebook 讲了这个成果之后，哦，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直接把过往中心的克隆利亚团队介绍给我，然后我们就跑去跟他们喝茶。 喝一喝，介绍一下之后，我们就聊一聊，之后我们就开始整合的部分。毕竟，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用了克隆基亚小少部分的一个东西，这样。那如果直接整进去，那不是有一套完整、比较完整、不用去整理的方案可以使用吗？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克隆基亚整合时期。这个大概还在硕一的时，硕一快硕二的时候啊，应该都还在硕一，因为我硕二的时候都在写论文，所以不不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快速介绍一下克隆 zilla 团队哦，这是、个、是国研院的国网中心自由染体实验室，王子在下面，他们通他们就是负责开发维护再生龙克隆 zilla 跟 park 跟 drbl 等等等等等等自由染体，分别是 Steven 凯撒跟那个 Thomas 这三位这样子，后来就是这三位跟我们接触比较深了。这样子，那基本上我后面几乎都是我跟 Steven 两个人就开始挖 bug 解 bug 这样子，因为其他人他们两个都在做他们的研究跟实验这样。 好，那我们快速一下简介一下克隆迪亚跟再生龙，通常拿来备份啊、还原电脑教室的资料啊，有很多人啊、呃、学校拿来做电脑教室的部署啊，一两百台啊、五十台啊那种的、啊，那也有单位拿来做 HPC 的部署啊。那通常我们会把它分成克隆迪亚跟 Park c l o n 这两个大项目上面这样子。那 Park c l o n 是分析硬碟的使用状况，就是哪些有，哪些没有。 我标记出来哪一段到哪一段是有的，哪一段到哪一段是没有的。这一段是帕克隆来做的。那克隆支架的话，基本上是把后剩下除了这个部分的东西全部包起来的，剩下所有部分，你想象就是那一包里面除了帕克隆之外，剩下几乎都在克隆支架里面这样子。顺带提，呃，某一次他们收到他们同事前同事的讯息之后，他们跟我说，顺带一提就是。 可隆亚在业界会不会很常用？只是没有人会知道，因为大家用都偷偷用、偷偷来，没有在跟我们讲的，你知道吗？那这个是他们美国的一个弹珠台开发商做更新弹珠台软体用的时候，直接放一片光碟进去，里面跑可隆要亚，把他们的里面的软体全部更新起来，这样子。右边是那个，那我故意把那个 Mark 招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授权。<laughs> 好，那总之可隆要亚整合哦，超级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先既有它设计跟它的格式。 哇，那格式真的是我的天！反正那个格式就是在他们那个情境下非常 OK，在我的这个情境下非常不 OK。总之我就不相容就对了。那我们就要开始，首先我们要先设计一个转换，把他们的格式转成我们的格式。那我们就还要把可工业流程修正一下，因为原本他们是一个一个东西就派、i 派、e 派、i 派，e p i 一路派 i 到下一个 program，一路这样派 i 下去，然后派 i 到网络那边，另外一边再收起来再派、i 派、e 派、i p e 到环境软体上面这样子。 对，就是一行指令，像一路拍拍拍拍拍拍，这种感觉。虽然不是这样子，但是概念上，夜、yes, 视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好，反正我们已经忘了多少时间，跟他们一直在那边测试、调整、测试、调整、找 bug 什么东西。好，整合完毕之后，几乎 E Z I O 就已经跟那个可控制器直接绑定了。现在我们的马九基本上已经也都绑定进去。那因为 可隆兹雅整包实在太方便了。我们当初 easy I O 还要自己包这个，自己包那个，自己做这个，自己做那个。可隆兹雅现在全部都那个，你 enter 一路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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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好了之后，我们现在我们当初自己开发的那一包完全不用了。我们现在全部靠可隆兹雅，我们就只维护那个 BT 的那个马九这样子而已的。呃，这个就是国网中心的电脑教室，然后这个是正在还原的那个测试。你可以看到说这边的速度，这是 p r o g r e s s 已经四十帕。 这个是呃下载五点一 G B 每秒，呃一 G B 的网路线在这里最多显示六点六，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接近八成以上了。哎，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后来我后来也会用回到那个 M B S 那个时代。然后这个是上传，你可以看到上传也到五点一哦，这代表说它同时在下载的时候，同时也在帮助别人哦、喔，也代表说整个流线都已经比原本的那个方案已经快了超级多了。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评论期，因为我们整合完了，整个都没有什么事了，整个就是闲闲的没事干了，你知道吗？就是闲闲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好，整合完毕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说，哎、欸，阿、啊、布就拿来当论文好了。老师也说说，好啊，why not？然后那时候我的共同指导教授还是 Joseph，所以那时候他也。 开始电我的这些鬼鬼的东西，所以要开始跟指导教授讨论啊，忙着有没有啊？研究各种其他技录方案的研究啊，做了一头大库的测试等等等等等啊。我们还原这件事就做了可能四五十次之类的这样子。那因为很快，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就假日，然后就可以做个三四次这样子。原本他们假日可能可只能一个周末只能做一次，但是现在一个周末呢，我们要做几次就做几次，反正最后一次我们再把它还原回来就好了這，这样子这样。 我们真的还用这个东西题目毕业，所以你可以在交大的论文系统里面查到我跟芒果王的那个硕士论文。不过你们没有芒果王的那个本名，所以你可以拿我的去找 citation 去找到他的这样子。因为我先毕业，所以他 citation 我，然后再那个，呃，顺便顺带一提，我还特别在这一份投影片回去找一下我的毕业论文还在不在，我都不确定那一本实体还躺在我家哪里。 哦，oh, 那时候还好找出来，不然免得就会被跟那某某总统一样被那个。我重点是我在里面翻的时候，还把真的是把重新读一次之后，发还发现了这些错字我。我我后来就没有办法改，就没有没有。好，我毕业之后呢，国网中心呃，克隆尼亚团队就拿 e Z l 这个成果去投一个德国的研讨会的海报。那我就顺带的跟着他们飞过去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会议，去玩的啦，我去玩的啦。 我只去研讨会去了一天，剩下我去玩的这样子。上那一德国超热，那时候的热法是什么？你知道？上面没有云，然后气温二十度，这边太阳在照，后面冷风在吹 <laughs>。你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对了。上那一题，我以为我那时候我以为我的英文蛮烂的，我后来发现德国人英文也蛮烂的。我讲的对着十个德国人讲英文，对对对？只有五个人理我，三个人还可以，两个人讲的很烂，剩下五个完全不鸟我的。<laughs> 法兰克福的中央车站，我必须说，法兰克福的中央车站还蛮脏的哦、喔。不，不是因为很久，真的是人的问题。他们还有一个需需要贴特别贴一个海报，说大叫大家不要乱丢乐色，都都是这样，没有错 <laughs>。好，然后这个就是那时候那张海报来发表，这样子包含我的照片，这样子。不会啊，那边印度人更那个更不一样，好不好？ 不会，我至少要是亲个利西啊，怎么会是那个呢？对不对？对，然后这个是在那边吃的德国猪脚，但怎么说呢？有点大，有点恶心，就是你吃到最后一块的时候，蛮蛮腻的。我老实说，哎，顺带提这个可乐，这个饮料超好喝，听说是可口可乐跟芬达结合，台湾完全买不到。我这个是，我只有在德国看到过，这个还蛮好喝的。然后这个是那时候刚好世界杯足球。 而且忘记是哪一队对哪一队是、欸，诶第三方的队伍，如果谁踢赢谁踢输了，那另外一边比分会有问题的那一种的。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这边有一个队，如果赢了，这边的这个才有办法晋级，他依赖在另外一队的输赢，他自己才能晋级的那一层比赛。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德国有这种跟其他的那个有分数进入性的，对对对，反正就在那个展场里面。 全部的人在结束的时候都在这一摊里面看他看足球，然后最后结果就是大家都在那边哭，因为输球了、欸。好，这个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收到使用者的测试经验，就是除了我们这些还有交大那群之外以外的测试，之接是在 SourceForge 上面 c o n z i a 是有一个论坛的，这样可以讨论。那他就真的，我们就真的收到了一个 bug，然后他的环境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赞。 一直到不行，你可以看到有一 g 的网络也有一百枚的 SSD 跟 HDD 的混合。哎，你知道用旧的方案的时候，你代表说你要等一百枚的同时加 HDD 的。简单来说就是慢到不行，超级慢。那这个是在我们首次有机会可以验证，呃，BT 在一直架构下面的速度跟稳定速度。不然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都还在停在理论阶段，就是说我们知道理论上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没有环境可以这样测。 那 anyway，总之我们就后来就是继续修 bug，因为 bug report 嘛就得修这样子。那第一次有使用者回报，非常感动啊，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呃，他那就是我在我毕业那一年的年底之后，呃，有一个他那 n 也好研讨会，学台湾学术网络研讨会。然后老师就把我的教指导教授黄世坤老师就把我的投论文投到他那 n 研讨会中。那我也发现了昆山科大的那个蔡德明教授，就是鸟哥，他也有一个指导教授发了一个类似的题目。 那当初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构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我知道鸟哥他们其实有做这些相关的使用，所以我就去找他讨论。没想到那个讨论，让那个东西成为他学生的硕士论文。我们两个同时毕业，用了两个不同的 approach。他用了另外一个 BT 的 approach 来证明 BT 不够好，他们的更好。我用我的 BT approach 来证明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这个最屌。 所以那题我有去看他的论文，我的论文才三十页，他的论文八十，快八十页，我看到快吐出来。<laughs> 真的，那一包论文真的超长，而且重点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有锁专那个锁，哎、欸，就是论文保护，我那时候还看不到。我原本想说我要写信直接去问，跟他要要来看这样子。不过不过我最近就把它把它读完了，是因为最近他刚好解解开来我就把它读完了这样子。对。 好，那同时间呢 k o n g i a 团队就认为说这个主题应该可以发一个期刊论文，所以我们又重新做了一堆测试来证明说现在还是一样有跟之前一样。那审稿人就一头拉苦的问题啊，超多的问题啊，我们要全部都重新测试过一遍、欸。还好撰写我们不是我哎、欸，不然我真的会写到死掉。还好好写。的的好不是他不是证明比我的好，他是证明比一般 BT 他们构想中的那个 BT 还要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但他有拿那个克隆的马蒂 case 来测，他们有比马蒂 case 好，啊？不是，对他们他们比较了两种，比较了马蒂 case 跟比较的 BT 这两种。那他的那个 BT 方式跟我的 BT 方式不太一样，这样子，对，因为毕竟那时候我那个东西还没有出来啊，对不对？ 哦，oh, 不要啦，不要，不要这样子去那个，对不对？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发表，不就代表说我的已经没有想到你？哎、欸，人家搞不好还不想要维护他的收视我现在还得维护哎。<laughs> 我就问有多少人收视问现在还记得的？还记得是记得、啊，记得是记得，不想写还没。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非常精美的测试图，下面是伺服器的数量从一到三十二，这边是时间序到两千五百秒左右。你可以看到说，呃，我们用那个 OpenStack ironic 那种形式的一、e、对 n 台的那种形式的话，这一条线是那个线性线，这条线的那个曲率是线性的，就是斜度是就是直线的线性这样子。 红色这条线是 m a r t i c a s t 的，绿色这条线是 BT 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都在一千这个上下。你可以看到 m a r t i c a s t 随着机器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甚至我们后来有一些使用者跟我们说，那个增长到后面的时候会速度更慢，甚至还会有一点陡，那个斜率会更陡。但我们这个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平的。这是我们在那个期刊中发，就是我们在写那篇期刊中发现的，我们这个东西的价值有多屌。 虽然说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数学的证明，说我们的那个时间复杂度是常数态，就是平的常数态，不管机器数量有多少，呃，你传五十 G 的资料，一千秒就是一千秒，大概就在那个 range 这样子，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好，那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国网中心的电脑教室品质比较好一点点。 quality 比较好一点，没有那种一台很烂烂烂的那一种，会让你拖慢整个速度。但交通大学那时候有一两台电脑就是有点那么秀的，有时候就是会卡你、喔。我体感上真的是差超多，因为我就问了，我就最近也跑去问了那个之前负责电脑教室维护的那些人，他们说要对啊等很久啊。然后,後来你们等多久？不用、啊，我们坐在这边等一等之后，你的就好了、啊。我们聊聊天，你的就好了，这样子。 那后来我们就去也去投了 Coscup 的跨国计划，所以我二零一九年呢就飞到香港去演讲了一个相关的主题，这样，这就是那一次去的一个画面。那我就是跟着 Coscup 的人一起去，也就是这个活动的人一起这样子飞过去，这样子。 啊，这个是我在台上讲的那个照片，然后这个是里面的一些呃技术文件，所以如果你们有想知道的，也可以去查那个香港的那个活动，二零一九年我有那个发表，但不过是全英文的，所以要中文的还是看我的论文吧。冲一下我的论文下载量。好，我们接下来后来，我、呃、我们原本在科隆亚的设计上面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做成印象档，转换印象档。 再用 B T 的方式把它传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转换跟制作印象档的时间，对不对？我后来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说哦，我们干嘛要中间那一段？我们其实硬碟对硬碟直接对考不就好了吗？我们平常我们在 P e e R to P e e R 的阶段下面，其实就是硬碟对硬碟的对考啊。为什么我们在 Template 机到其他台机器的时候要从 image 呢？为什么我们不直接 Template 机也是硬碟对硬碟对考呢？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就把中间的一个步骤再省略掉，多做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你今天音秘诀都不用做，电脑开下去直接对考，直接进入就可以直接并进入 BT 的对考。当然还是要做一些前置作业，会有一些时间等等，但那个时间远远小于之前还要做印象党的时间。这样赚多一篇论文了，我现在手上有两篇期刊论文，还是都不是我写的，我还挂第二作者哦。 好，然后二零一九年左右，那时候呃，耿论、um、那时候其实有被专利商行提出诉讼，所以克隆西亚团队就建议我们要申请一下专利来保护自己，至少不会有人来告我们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他们专利也算是他们的 KPI 的一种，所以他们可以拿去申等或干嘛干嘛的这样子。那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得到人生的第一项专利发明，我挂在专利发明人里面，那这个 owner 还是 o n 在那国广中心，因为专利的维护费很贵。 而且我们光是请律师看文件，那笔钱也很贵，写那个很久，很花时间，基本上都让隆利亚那边去帮我们处理这些事情，不然我就躺着，反正我就躺着拿专利了，爽。<laughs> 是是不是也讲有点太直白。哎、欸，我发现我好像，哦，实在还行还行还行。好，然后又过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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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很久。 崩溃的韩式变动，就是我们原本依赖那个 library 大改版，我们原本那段 code 全部不能用了，全部要重写。我们当年那个保留那个四年的那个精美的那个 code，完全不能用了。<laughs> Libtorrent 在这时候出了二点零版，全部都不一样，而且大量的 modern C 加加。我原本会写 C 加加八九的，见到 modern C 加加之后，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在干嘛。<laughs> 王老师，我完全不晓得我自己到底在干嘛。啊，这个是沙小，这个 p o i n t 是沙小，我不太懂這。这浪打啊浪打啊，然后 class 哈，我不太懂。搞得我已经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了。那我那时候已经在工作了，所以其实我已经时间很少很少。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死守在旧的版本上面，死守了将近一年以上，最少、喔、最少一年以上。好，那。 还因为这件事情，我跑去 l i p t o r n 那边问问题，说：“哎，你的那个新的 API 要怎么用啊？”他说：“哦，你可能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写下来。”然后他跟我说一件事情，就是：“哦，回答完你这个问题之后，我发现我 document 上写的 example 有问题哎、欸，你不能看的。”我操，我的天呐、啊，我要哭了。好。 然后，然后简单来说，就是我开始确实 a e l i e t o r r e n t 的那个 code，因为它的 API 是一致的，这样我就开始 t r a c e t e 然后还要去读一些 modern C 加的东西，我读到快哭出来这样子。好，那总之我后来就有一天，我在我那个 Facebook 上求救我，然后我就我学长，我实验室学长叶家俊，他就跑出来跳出来，因为他会写 modern C 加，他算是个专家，他就花了一些时间帮我看了一下 C 加加的部分，把框架转成新版的 API 框架，但是他老实说，那段四年精美的 code 他也看不懂。 所以他就是把框架给我之后，剩下的我再自己想办法把,把它弄上去这样子。那他也发现了、uh,，呃，Libtorrent 它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来下手这样子。那我们就从那边下手，花了一些时间，终于把那些转移的大部分 API 的转移啊，等等。感恩学长，感恩学长，真的是感恩学长，真的学长。好，转移到这边，你以为没有问题了？没有，我们那段四年的课还没有改哦。 我们那一段扣要改还改，然后我们后来就改成用那个原本是多执行绪的方式，我们后来改成单执行的方式，先测试一下，哦，发现效能有点差，不太行。然后我们现在又在又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把刚刚的那段扣改成多执行绪的方式，然后又要把改成非同步 I/O 的方式，全部把它改一改,改一改、改一改、改一改之后，才有办法移到现在这样子。好，我们除了因为 library 改而有一堆狗屁的变化情况下哈。 我们还对使用者做一些体验，原因为原本所有的操作全部是哈口，全部都写在口里面，编完之后没办法动，所以我们现在又花一大堆时间，连 EGL 都自己开 API 出来，让别人可以去抠、去控制它，等等等等等,等的方式，这个东西也花了我很多时间在写。这样，好，那以为都完成了，结果马上 s o u r c f o r g e 论坛上面又有一个国外的使用者直接来压力测试，直接炸开，<laughs> 我们又第一个 b g 一个礼拜。 呃，我我们就直接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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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是什么？他他，哦，我快我快速用冲的，我们用一百，他用一百台资料，然后用两百五十 G 的 image，比平我们平常用的东西都还大上两倍的压力测试。我们这样子，好，那呃，我最近的机会就是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专案而让 Linking Link 被切案看到，所以有一个国外的 SI 厂商考虑拿 EIO 方案作为他们的其中一个方案设计，那目前正在跟跟我商讨一些机会这样子。 那现在维护就基本上就是继续做，一直做，有小修改，总是会有 bug，bug bug 还是要得解，没办法，这就是我的硕士论文，这就是我的小孩，我没有办法，我得我把他生出来了，我不要把他弄到他死掉为止，没有人用为止这样子。那我的未来方向有两个，一个是跟 OpenStack、e r o a n g 整合计划，这个东西也非常大；，另外一个是我想用 Kubernetes 随便做一个类似 Metal 3 m t 三的一个专案。 看能不能我直接用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火力，然后作为一个 demo 就好，让其他人看到这个东西的火力就好。当然，我最近也没有什么时间做这个东西，就是我最近在为了另外一件事情来做另外一个跑啊觉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再次还有机会，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我们这一场可能没有 Q A 的时间，但是大家可以，因为你已经有他联络方式了，大家可以跟他一起交流一下。所以那我们下一场的议程会在三点开始。